哥，回来！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回来了，儿子。妈，我跟你说哈，你是不是真想死？行，那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要是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拿过来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看好了啊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敌敌畏。我刚才在路边买的。妈，你别怪儿子不孝，你也别怪没人给你养老送终。 干什么？行了，都多大岁数了，有意思吗？闹闹闹！咱娘仨走的今天容易啊，寻死是吧？都想死是吧？我给我哥，我想死，我死！哥，妈，笑什么？咱好好日子咱能不能好好过啊？天天闹来闹去，烦不烦？烦不烦呢？管闹了吗？啊？ 要不是妈在这闹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妈，对不起啊，我先早走一步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，都别说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走了又回来。妈，您不用回去了，小米也不用回去了。 我走，杨天真，你说什么呢你？真是要命啊！哎，你轱辘起了瓢，你别添乱了好不好？现实，你就承认了吧。可能我们真的是有缘无分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哎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 咱俩不是说的好好的，你干嘛变卦呀？还是离婚吧。你干什么去？啊？我回我妈那儿去。明天，我们就把手续给办了啊！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给我留一点自尊吧！闹什么闹？这下踏实了是不是？ 干什么吧，介子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哥，别打！干什么了？哥，你给我站住！别拦着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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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你光了也没用啊！俺刚才半天好多话没说呢，还没好意思说呢。你光了不是吗？俺还更不怕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你呀？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阴奉阳违，阳奉阴违啊！你要为了成全儿子，你居然离开他。你现在干的，哎，你现在干的啥呀？你要真干好事，现在就讲究那个，哎，办事现在办事，要怎么着的？要诚信。 你根本没有诚信，你现在离了婚了，你信不离啊？你妈，牵着娘，你挂了走，你还让人家过日子啊？你好好过，你气死俺了！行了，人都挂了，妈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干嘛呀？我嫂子这样是谁害的？不是我害的吗？你这不让无地自容吗？你这干嘛呀你？ 想死俺了，孩子！哎呀，哦，你要结婚，他也要结婚，你要嫁他，他要娶你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，这哪叫结婚？你们俩就叫复婚。妈，那您能同意吗？哎呦，孩子，妈妈举双手同意，同意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你们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呢。 那个，好好过日子，以后这个生个胖娃娃，那更好了。妈说啥呢？啊，对呀，没有孩子也好，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小米不是有个孩子吗？咱们好好带他的孩子。哎呀，妈妈这一辈子没干过一件错事，就你们俩这件事，妈妈错了。您可不是就错这一件事？您是一错再错。 你们俩干什么？常说谎啊！闭嘴！进屋吧，妈，我爸妈也来看您了。人呢？哎，村口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个虎子，你不要小米干啊，赶快杀鸡，还有那边的猪，去赶紧啊！小米啊，你放开！